那于20年来最美的10张脸。第10名，赵丽颖。赵丽颖是圈内为数不多的娃娃脸，看上去不光漂亮，而且非常可爱，非常具有辨识度，让人一眼就难忘。第9名，倪妮。提到高级脸，首先便让人想到倪妮，可以说是上帝的宠儿了，因为她的身材也是完美到无可挑剔，而且还有东方美人之称，一般人都 hold 不住。第8名，杨幂。杨幂水汪汪的大眼睛就好像是小鹿般无辜清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转化成了带有妩媚气质的狐狸眼，一颦一笑都让人移不开视线，很多男性网友和观众都把杨幂奉为自己的女神。第7名，郭碧婷。郭碧婷的颜值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颜值天花板，长相甜美，五官精致，眉眼如画，不知道惊艳了多少人，再加上她自带独特的气质，真的十分的明艳动人。第6名，刘诗诗。刘诗诗是出了名的气质女星，长相温柔大方，举止优雅，是很多男人心中的清纯女神，天鹅颈更是很多女生都可望不可及的。第5名，杨颖。众所周知，杨颖在香港出道，在内地大火，成了全民女神，片酬几千万。杨颖一次采访时坦言，既然老天给了她这个容貌，那就值8000万这个价，即使内娱的天塌下来， baby 也可以靠脸撑着。第4名，迪丽热巴。热巴颜值极具辨识度，有种特有的异域感觉，前几年还曾经获得过最美100张面孔的榜首，可见热巴的美是在国际盖过章的。第3名，刘亦菲。刘亦菲天生丽质，肤白貌美，一出道便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形象，之后也成了大家公认的神仙姐姐，网友都说她是东方审美的尊严。第2名，鞠婧祎。鞠婧祎早年荣获4000年一遇的评价，除了脸型外，眼睛既有狐狸眼的妩媚撩人，又有桃花眼的楚楚可怜，在粉丝眼中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份的大美女了。第1名，范冰冰。日本网友对范冰冰的外貌评价尤其高，曾夸赞她为亚洲外貌最高水平，在中国也有不少女性以范冰冰为整容的模板，可见她的美代表的是主流审美。看到这些娱乐圈的顶级美女，你愿拜倒在谁的石榴裙下？